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周三客栈，轻歌细语将会由圣约堂长老会的弟兄姐妹跟大家分享他们最喜欢的赞美诗歌以及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一段音符，一个故事，让我们周三的时候享受美好的旋律，也感悟生命的细节。轻歌细语，周三客栈。大家好，我是圣约堂华文事工的杰明姐妹，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每一天。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赞美诗歌是我看不见的时候。人生前路看不见的时候很多，当我们走得疲惫软弱的时候，耶稣会赐下信心和力量帮助我们继续前行。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歌时，我就被深深的感动。我的思绪回到初信主的记忆里，当时我处在看不见人生前路的困惑时期，如同人被困在凶险的云雾缭绕的深山中一样，我找不到安全的出口。那时的我焦虑着，困惑着，因为事业上的挫折失败，家庭事务的纠纷，让我陷入忧愁、痛苦、无助中。当下的每天过得灰暗、迷失、愁苦的我，带着忧伤、失落来到圣约堂。姐妹们为我诚心的祷告，求主的拯救和帮助。在祷告的那一刻，我如置身在明亮清新的草坪上，我感受到从来没体验过的深邃安详的宁静，辽阔无尽的喜悦光亮着，安宁着，和谐的气息充满着我，暖流一般的流淌着，安慰和疗愈着我。我知道神的灵来到我当中，帮助我离开困境，摆脱无助。我真切地感受到有个慈祥的声音对我说，只要你信，开启你的心门，跟随我来，你的忧伤我会分担，你的泪水我会抹去，只要你相信。感动的泪水夺眶而出，虽然迷糊了我的双眼，但灵魂的眼目却是那么的清晰。我仿佛看到了遥远的未来，忧愁软弱就是我生命中看不见的时候，该如何面对跨越呢？唯有神的爱帮助我，神的爱赐给我信心、力量去跨越困境。成为基督徒那一刻起，我的生命被神的爱所改变。多少年来，
每当生活遇到困难时，是神的话给我鼓励，得着勇气。每当我遇到难断是非时，主的道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每当我看不见前面时，主的陪伴引领着我向前的脚步。我曾想要的东西很多很多，却发现最好的礼物是赐给我灵魂平安喜乐的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救赎，谢谢你的引领，让我找到生命中最好的方向，就是永远住在你的殿中，成为赞美荣耀你圣名的见证。我希望大家能在这首诗歌中得着信心和力量，在看不见的时候有神的陪伴，有神的带领，找到自己生命中的方向。看不见的时候，主向我要信心，暴风雨的夜里，主向我要歌声。我说主啊，我不会，高声赞美主名。
心里忧愁。我说主啊，谢谢你挪去我的忧愁。伤害的是以后，主的爱是我饶恕，在孤单的旷野，主的名是我的神。谢谢你代替我心里软弱，我说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